其他消息来关心，警方有接到警主讲，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有枪。警方走去新北市新店咧抓人的时，这个嫌犯却开车去弄警察。事实上，这个嫌犯唔那有前科，而且是19年来，伊和警方以上法办已经办真侪届啊。啊，不过尾啊，伊拢会利用讲伊治病有渐冻症爱治疗，所以尾啊拢互交保。地管人员提醒对沿岭来开枪，因接到报案讲有人身有病有枪，大家拢保持警觉。不过请来这十波人想要来开车离开，无用抓到。警察看到这个情形，搁再开枪来警示，双方一道来对立。出来看的时候，好像是警察在跟歹徒正在搏斗。很多人的声音啊，后来说要开枪就开两枪，砰砰。台北市警方跨辖区来查缉，礼拜透早5点，在新北市新店连开两枪，抓到嫌犯，对车内甲骑家、超速司机等底枪，也佮有海洛因、安非他命这罪行毒品。走路无知，需要人查。此单的嫌犯有枪炮甲毒品的前科，警察也查出，处处也是共判，拢带返去查问。警方在厝内敲到敢若铁管仔的物件，怀疑是家己要制作爆炸的物件，刑事局爆破小组提返去检验。那利用这个清晨，民众较少的时段吼，那减轻对于周边的一个干扰，最后也在没有伤亡的过程中吼，将这个陈姓犯嫌来做逮捕。此单的嫌犯被警方拜访了，是警方眼中头壳疼的人物。回顾19年前，被因为砍杀陷害毒品的案件，伊手提手榴弹，甲警察对立7点钟。他就说把手榴弹。疑似手榴弹的东西啊，说要跟我们同归于尽，叫我们不可以再进去。昨日三月，国立西门町甲警方开枪，今年12月，高泽宏烈跳窗啊逃走，去年9月也高泽林检开枪弄警察，犯规事情制服。为什么见到警察的心虚？这摆宏烈，这摆宏医生，只要伊员伫外口拍拍照，四单的嫌犯有渐冻症，这是将运动神经元退化造成的疾病。伊每一摆被上班拢会提诊断证明，争取交保机会。今年5月，上海伫新店甲警方爆发枪战了后，伊就转院来治疗。这摆又搁牵涉枪刀相关难得被立命运。记者陈华报道。